鲍本牧师也很清楚的跟我们分享说，哎，那怎么样可以心意被更新？怎么样可以从这样一些可能被扭曲、会错误的价值观里面出来？我觉得他提到两个，第一个是就是透过神的话，他很清楚指明说，神的话不只是告诉你对错而已，神的话也让我们可以了解说神是怎么去思想的、去思考的，他怎么样去看待人的。当然也在思考说，那当我面对这件事情，因为有要处理一些人的状况、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冲突的时候，我怎么样可以用一个神的眼光、一个比较高的眼光去看问题的背后真正的症结点是什么？对，而不是单单在那个冲突或者一个很几个那个矛盾点上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让我可以有很大的思考的空间，或者是学习成长的地方。在特会当中，我觉得很特别，就是说，当我们一手是在handler 在接触地上的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另外一手我们要能够摸到神的这些的心跳，还有另外我们一个耳朵听到人的声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另外一个耳朵要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可能很多用理性逻辑推理各式各样的方法论在寻求自由的方法，但是其实都可能陷入到另外一个不自由。所以我也觉得说，在整个牧养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跟自己本身在侍奉的里面，我觉得是要得到一个真自由我很想得到那个真正从神而来的那个在基督里面完全得自由的那种的释放我很渴望。